因為偽造同行使已故華茂集團主席龚如心遺囑，被判監嘅商人陳振聰刑滿出獄。陳振聰朝早九點幾步出赤柱監獄，同到場迎接嘅細佬同親友擁抱。佢對在場嘅記者話：想食雲吞麵，之後搭私家車離開。陳振聰2013年因為偽造同行使龚如心遺囑，被判監12年。據了解，由於他在獄中行為良好，獲扣減三分一刑期，實際只是服刑8年。